来，坐这儿。哎，一定要过去吗？坐这儿，我还能把你吃了。来，你看看，是什么东西？灰姑娘被霸道总裁强娶回家，青梅竹马男闺蜜智斗霸道总裁，救灰姑娘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个呢，叫守护，远超于爱情的守护。庸俗。庸俗？嗯。我庸俗？嗯。墨子心不庸俗？嗯。哼。墨子心口味还真独特啊。不过顾西西，我告诉你，你接下来恐怕没有时间再看这种垃圾漫画，也没有时间见你的墨学长。为什么？这是给你的。Alex 邀请我们一起去米兰度假，这是针对这次度假做的一些计划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度假？我懂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不先看一下吗？等等，我怎么觉得我在备战高考啊？6点起床，我为什么要学习意大利语啊？ Alex 是意大利华人，你学一些简单的意大利语，有助于和他进行交流。他不是说中文的吗？有助于和他交流。上午意大利语，中午餐桌礼仪，下午商务礼仪，晚上舞蹈课，我12点钟能睡就不错了吧？有觉睡就不错了。林思辰，我们合约里签了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，每周休息1天。你这分明就是虐待、压迫、剥削。你未经我同意和墨子欣私下见面，已经形成了违约行为，所以8小时工作制无效。这个会让我严重睡眠不足，我抗议。好，如果你不进行训练的话，你应该无法应付这次的米兰之行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赚钱还我违约金。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公报私仇。我也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和墨子欣的关系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合约的履行。那能不能少一点？我觉得像舞蹈课这种就不需要了吧，我也不上台演出。不能，万一有交际舞会，身为尹太太的你要在旁边看着吗？你不仅要学，还要学得很好，不能让 Alex 看出一丝的破绽。是训练还是赔我违约金？我顾西西绝不赔钱，我练。很好。看得怎么样了？说一下，刚才都教你了什么？하기아기아토토 你吃了吗？怎么说？하기기아망手心还是手背？选一个。봉봉베리즈奶奶奶奶西西，西西，呜，又欺负他了？没有。饿不饿？渴不渴？叫苏妈给你端点茶来。不用了，奶奶。你把刚才那句话再对奶奶说一遍，就可以休息了。耐心点儿，说吧，慢慢说，别急。还爹吗？出个什么狗奶奶？什么狗？什么狗？啊？什么狗？
你慢慢学，你们慢慢学啊。奶奶。哈基亚蒙基亚托，别别，手给我伸出来。喂，半个小时后在我们公司门口见。好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，你在家老老实实给我学，回来我要检查。